劲无敌，最后入闸系谦谦君子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头场赛事五班一千嘅短途赛，王记居随时起步，大热系五，随时起步啊！王记居咗噶，好你跳出嚟嘅时候啊，中间魏多福快闸架，咁啊再喺第二位到啦，出边有月球啦，中间起骏之星啊，外边灰马就钻石宝宝啊，咁啊出边绿衫咧紫色帽，仲有只劲无敌啊，内栏粉龙衫黄帽友谊之佳，中间咧仲有合金王啊，后边五只啦，谦谦君子红眼罩内栏尾五嘅，隔篱拍住佢有你有我，后边三只鼓浪精彩日新月住啊，暂时殿后咧就系嗰只蒲侠超得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放嘅马就系魏多福啊，钻石宝宝埋到嚟跟住个第二，内栏第三起骏之星，第四咧仲有劲无敌啊，内栏第五粉红衫，仲有友谊之佳，中间第六蓝眼罩合金王啊，攞出去外边有月球啊，走入边就谦谦君子嗰啲马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魏多福仲有一个马位优势，后边嘅马钻石宝宝啦，咁慢慢上咗少少嘅起骏之星啦，出边追上嚟谦谦君子啊，最后一百米魏多福抛离群区，赢出呢场赛事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咧，钻石宝宝顶唔顶到啊，外边上嚟谦谦君子啊，第四名亦都近噶。中间喜骏之星内栏仲有一只日新月柱啊！结果今场赛事魏多福就抛甩野马，嗱睇钻石宝宝，睇出边谦谦君子啊！诶未到啊，原来咁啊骑多两步，啱啱影相啊！第四咧喜骏之星就喺中间入边，日新月柱亦都接近。五号嘅魏多福啊，临尾得翻2.4倍啊，咁啊黄志煌就胜出啦，咁啊跑第二名咧就七号啊谦谦君子到先啊，咁啊周俊乐啦，第三名就系六号嘅钻石宝宝巴岛，咁啊第四名都好近嘅，三号啊喜骏之星啊，钟义礼。咁啊缩翻落一千就可以一放到底啦。咁啊，睇翻張相啊，咁啊第二名啊就周俊樂只七號啦，謙謙君子，又係鑽石寶寶。魏多福咁啊，贏出頭場，不過轉彎之後睇都幾多泥頭喎，咁啊時間啊7:26啦，就比標準時間都慢啊。嗯。咁啊，睇翻第四张相啦，咁啊，喜骏之星啦，三号啊，入边就系新月柱。嗱，新月柱都系比较力短啲嘅，只一段仔。跑得后咧。嗯。好啦，睇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系五号嘅魏多福啦，独人派24.5，位置派16蚊；跑第二名系七号嘅谦谦君子，位置派57蚊；跑第三名系六号啊钻石宝宝，位置派37蚊；连人位五搭七派343蚊；二重彩五号、七号顺序派437蚊；单天五号、六号、七号派1064蚊；位置 Q 五搭七派121蚊；五搭六派72.5；六搭七派250蚊。跑第四名系三号啦，喜骏之星三重彩啦，五号、七号、六号顺序派3749蚊。魏多福赢甩咗，赢两个几马位，而有4/3马位。咁啊，都好洒家嘅呢个路程啊，成日都好多马都系跑一千，运动王之王减十磅，系咪嗰啲咩天火同人咁都赢甩嘅都系。因为近仗都系跑住1200啊嘛，佢啲力好似得1000咁啊。當然個賠率係誇張嗰啲啦嚇，佢位置又唔係話好易，16蚊都賠率個 win 得24.5。啲 win 佢話俾你聽實到啊，今次我平時都係估佢放得出啫，埋唔埋到尾噶嘛。好啦，今晚就下油馬房贏先，徐宇石。不過又係五班嚟咯，咪拉得鬆啲。攝到個靚位嗰只啊，終於係只灰馬鑽石寶寶啊，守咗喺後面。四連環預計派彩三號、五號、六號、七號派1542蚊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五號、七號、六號、三號順序派30147蚊。你又常想揾單騎領放之後嗰只，原來鑽石寶寶啊 ，Michael。係啦，估錯咗咁樣冇辦法啦，因為追得好多啊！你喜骏之星，你後咗一格就爭好多。冇錯，
巡逻影片睇翻啊，嗱早段咧，大家都即系低班啦，想抢啊，你睇一档啊打晒边，二档大力骑啦，友谊之街出边起进之星都好落力噶，不过佢唔够快咁解啫嘛。咁啊，危多福出咗嚟放咯，步速咧就少少偏慢啲嘅。外边注势宝宝有心机啊，顺势上前嘅，跟住潘顿啦，劲无敌。中档就起进之星埋边友谊之街啦，仲骑紧合金王啊，出边就月球鼓浪精彩咧都蚀嘅。另外就有你有我啦，喺个尾四、尾三谦谦君子直路要睇下周俊乐。嘅推騎啊，跟住尾日新月柱有誠意跑嘅，包尾咧就係蒲合招得。不過潘頓買到呢個位翻嚟都係唔係幾好嘅只馬衝落去啊，都已經攝得到。睇下佢後邊嗰只啦，紅眼罩周俊樂啦，謙君子呢度梗係冇嘢啦，係咪一路都打緊嘅？係咪真係以為到咗終點咧？跑打打下係咯，即係其實呢個習慣唔係幾好嘅，真係打埋喺度收埋條邊，喂未到再推。佢試過噶啦，之前周俊樂已經沈立成之前提過佢啦。好啦，咁啊頭場福榜完畢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五搭七派121元，五搭六派72.5，六搭七派250元。二重彩五號、七號順序派437元。四連環三號、五號、六號、七號派1542元。四重彩五號、七號、六號、三號順序派30147元。分段時間頭段12秒65，第二段21秒45，末段23秒16，總時間57秒26，比標準時間慢一線。